我被吃，我怎么救你啊？你就有这种高超的动作，应该是哈记吧？高超的动作，天哪！哎，我捡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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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捡到了，捡到了！哈记，哈记，你就上这个保险丝，我放。哎，我放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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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
楼啦。被喝血包被发现，然后就直接变了这样。我没有啊，哇，这么气哦、喔，是吗？嗯，刚刚有个怪物啊，到底是谁？好恐，好诡异哦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刚刚我被咬了一下，哇，他来救我的。哇，等一下，我要去了，太暗了，看不到了。哎、欸，繁星，要我这边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你要捡东西是不是？我给你捡，给你捡。来来，那死了，感谢大家。为什么？你要毒死了？哎呀，他进来。嘿，你不要动。那个是干嘛的啊？好，来看，不是哈，关战的。对，来，那个啊没了，我是清白的，我是清白的。哈基是清白的。我的手电筒充电了。为什么手电筒充电？因为我拿到新的手电筒了。我想说什么充电？为什么充电？换了一个新的电池。哎，对。所以杰克死了。我死了，我毒在外面毒死了。哇！啊！搞不好鬼少一个喽。好嘿，那哈基就给你拿，这给你拿，我拿够多了。追踪器。好嘿，好嘿。这是谁？允月是不是？嗯 ，OK， 我要放了。没有，你去那边，去那边，来。我没有拿到，我没有拿到。听到血爆声，哪里？小雨，我在这哦，小雨，我在这哦，小雨，在这哦，是小雨，是小雨。小雨，妈，你不讲话？这是小雨吗？对，小雨，小雨的，小雨的，啊，不了，啊，完了。我没有更多子弹，打他，戳他。我的，快点，我被戳死了。我的解毒剂在可以吗？救得起来吧？我复活了，在我身上，可恶！等一下，我们不能只顾着打他，我们要快点，快走！你们先出去，不要理我了，不要理我了！救不起，没有针了吧？对啊，没有解毒剂，针在我身上。哇，糟了，快走！快找上！找保险丝。哎，好是小雨，不要喝了啦，很恐怖哎。我在找吗？还在找那个放了放了放了，上楼。这里。小雨好快。上楼。小雨，小雨，我们在你后面哦。小雨，打小雨！不要打我啦。现在就只能票你了，你不要动，过来！你没有手枪哦，我子弹零发，追不到啦！你们两个在干嘛啦？跳一下，你追我跑啊！绕圈圈一定追不到，对啊，哎，被射嘞，已经被射了，啊？哦，繁星，快飘他，小雨快飘他！哇，我跳死了，繁星啊！快找哈基，剩哈基了！哇，哈基，你有点难。剩一个了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剩下你了。刚刚团长被这边这个以后。哇，等下这边有毒！我喝一口好了。啊，哎呦，我喝一口。哈基加油啊！哈基，感觉应该是这样子。哈基，我人很好，我帮你捡保险丝。我也帮你捡，我这边还有一个。好了，我捡到了。看到了。没有，他没有变身打不死你啦，没有变身打不死。他可以票死啊，他可以票死。没有，可是晚上不行啊。晚上不能票啊，晚上不行。晚上顶多死掉哎。哎，你起来了。会重生。在哪里啊？除非是被鬼咬死才没办法。等一下，你要走哪里？一直卡我。不是，我找不到要去哪里。我找不到保险丝放哪里啊？有蚊子了，等一下啦。我等你，我懂那感觉。哪里保险丝跑哪去了？我觉得保险丝被捡光了。不是，我找不到放的地方。两只小雨，中了！小雨在打嗝吗？我
被咬了。知道了。小雨，原来是你们两个。你刚刚爬楼梯干嘛？就是我们在你后面，你就回头打一下他，我就捉到了哈。我想说，我先上去吃满嘛，反正都不怕。你知道我只剩半格，你不让我吃满，你还给我出去喝。哎呀，坏，坏，坏人，坏人，耶，坏人，都是坏人，坏文男，坏文痴，我。都是坏人，没关系。还有人要播广告了，太快了，可以够了啊，时间到了。你们还有要玩吗？这样这个意思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我没有。好，那继续哦。嗯嗯嗯嗯嗯，你们都是坏人。嗯嗯嗯嗯嗯，我好难过，你好难过。哎，团团你怎么死的？啊，我就被小雨咬死了。哦哦，来不及那个。而且旁边一坨人，我也不知道会咬到。你们刚刚四个人看着小雨，想说啊，干完了，这场要输了。小雨喝血吧。我也想说，完了完了完了，算算算，完了完了，咬咬咬。因为晚上的时候，就算把他打死，他也会重生啊。嗯啊。晚安。哦，又卡住了，啊、正常啊。是不是要等好久？要等好久。对啊，那早再按一下广告了，好吧 ？YouTube 广告，今天爱按的广告、欸，哎，多爱按啊，就没办法、啊。哎呀，我也是不想播这么多广告、啊。反正你们看这画面也是看在那边无聊嘛，对不对？看一下广告真的是、啊。那我们就搞不好也看了不同的广告。对啊，搞不好看到抖音，你会想看下去啊。对啊，说不定广告很吸引你啊。对不对、嗯？我在玩的那游戏，哪天就自己剪一广告有没有？现在有一些那个小剧场的广告，我觉得都蛮好看的、啊。对啊，看了一下就忘了点略过此广告。对啊，微电影的那种我都觉得不错。嗯，我上次看了广告，就微电影看一看，看到最后发现居然是 gay， what the fuck？ 好、哦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是在歧视哦？前面就是演的超像一男一女那样子，只是哇，后面到后面突然就。剧情大反转了，伪娘的概念吗？不然为什么前面会以为是？哎、欸，伪娘跟 gay 是不一样的哦。哦哦，不一样哦。嗯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gay 就是你们这样的关系。哎、哦，乐团团哦，你们哎呦，不行啊！我觉得你们这样不行啊。乐团团被攻杀。哎呦，我看到哈基没穿衣服哎、欸，那么勇哦。哇，对啊，为什么？这边很冷呢、欸。哈基，你不穿一件吗？有点热，有点热。你好勇哦、喔！还拿一穿呢、欸？你不穿多一点吗？哦，汤匙是要拿来铲雪来吃的吗？铲雪，想吃冰川这样的。真的有点饿啊！太好笑了吧？我还有点饿。是这样吗？哦，有这边有那个手电筒。是说陷阱到底有什么用啊？就抓那个啊，那个是抓不到，没戳到，我们两个都没戳到。哎、欸，你刚刚不是要放讲这个？谁拿猎枪？谁拿猎枪？对啊，我要喝喽！不要逼我哦，小雨，没有，我要喝喽、哦，小雨哦，我要喝喽，小雨抢着拿，来拿走，起来，我狂一次都死在门口。子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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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边刚血包被喝过嘞、欸。好、啊哦，这里是板面空的，哈基有问题。哈基，屁咧！我才刚过来、欸。他喝完讲这句话。哈基，哈基，是不是你？哎、欸，你真的没穿衣服哎、欸！你看你好冷哦。耶、yeah ！你不要，然后我的道具又被剪了，因为你刚上轮你杀我，啊、鬼！我上一轮啊，我杀你啊！没有杀人、啊。杰克，我杀人吗？不是，我帮你拿道具，最近要帮我拿道具。你是穿那个侦察机？哎、欸，真的空了哎、欸！哪里空啊？哪一个？一个尸体旁边，尸体旁就是坐轮椅的尸体旁边。哦哦，个空了，拿过了吗？没弹夹，哦，没弹。啊，可是这个鬼也很傻，另外一边有补包也没喝，他干嘛？他挑食哦。O 型血不喝，为什么？不合我的胃口。我不知道。完了喽，这个是喝过是不是？这个我看不是喝过了，这个。
这个被拿过了，这用过了，这用过了，被拿过了，被拿过了吧？他牌很直。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嘛？干嘛？哈记怎么假装新手？哎，要变身，你知道？吓死我了！小雨过来，小雨过来，小雨没有啦，我在旁边，我在放陷阱呐，我在放陷阱呐，我在门口放陷阱。没事，干嘛要弯腰？你过来，你过来嘛！啊，我按到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没有按到啦，我按到了。哦，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你爬过陷阱嘛？哎哎，小雨这么快，要走了，要走了，要走了，干嘛？该走了，该走了，该走了。有跳过去，干了，干了，干了。哎，那我们这边三个没事哦，至少没事哦。我前面那个是谁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三个跑太快啊，走出来。最前面那个哦，你们都混在一起，我没看到是谁。什么颜色衣服啊？好像是白色衣服的哦。不是我，我在你旁边哦。我是迷彩，我看到一个白色衣服在我前面喝血包哦。哦，白色，先端他，先端他，先端他。是不是小雨你啊？那个金色头发的有问题，他不可能玩这么久都只当这个的。对呀，我可是玩20个小时只当这张鬼。可是你今天没有哦，你已经当两次了。对啊。还好吗？哦，有人开枪，有人开枪，有人开枪了。谁？干嘛开枪？有人开枪了。团吧？没有啊，我刚拿刀哎。我刚是拿刀，刚有开枪的不就是团团？哇，你切枪切得很快啊！不是哦，我在拿刀切。是哦，哇，是哦，我觉得小雨等一下要变身了耶！我也觉得小雨等一下要变身了。我有预感，你知道吗？要不要先不要不要先跳？我怕，我怕，我。你先开要查，繁星你要干嘛？小雨，等一下。他要变身了，繁星拿刀要砍我啦，白痴！我是有挥刀哦，我天哪！有挥啊！我查，别动，别动，小雨，我查你。他马上变身，跟你讲，不是吧？好像不是哎，不是，不是，他没血乌扑的，不是，那就没事，那就没事。嘿，我当时想喝血包啊。那你就要找刚，看起来是白色衣服的。我啊，可是我刚刚在影院旁边啊。我刚刚看，我刚跳，刚刚我要去下一区的时候，就前面有个血包被喝掉啊。我是爆炸头啊。会好冷哎、欸！我用一个保险丝。我是觉得团比较有可能。我觉得、欸、那你们刚刚就应该要侦测我啊，不侦测我。这帮在小雨的旁边啊。哎、欸，要走了，要走了，要走了。对对对，那只好把团打在雪地上面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让你。我觉得你这样怂恿怪怪的哦。来呀、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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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呀、啊！我叫你来，我叫你来。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！干嘛？黄 K 啊！后面打起来，后面打起来！我没有要打，你还真打？反正这是真的怪怪的，我觉得繁星怪怪的。他们两个其中一个有问题啦，那边在内讧。不是繁星在干嘛？我在射雪地啊！我又没有按动，你走！反弹怪怪的，杀掉，怪怪的，杀掉，没有，真的，来来来，真的不是啦。哈记很激动，你们注意，我只能说到这边了。哈记很激动。你为什么这么急着票啊？团团跟哈基，对他们两个怪怪的，怪怪的。他一开始就开枪，没有没有，是人。可是你刚刚杀掉是繁星吗？我他是团团啊！我跟你讲，哈基一定是。我拿走了。他哈基刚才好激动，他很激动。好了，我死人不能讲话。每场都很激动哦。我好没有，人不要讲话。哎，这有解毒技能在哪？来来来，那不解毒，那不解毒。真的是哈基啊！他是赌真，他是赌真。耶！哈基啊！我就说嘛，哈基很激动哦。哈基激动的跟什么一样？因为哎，你的笑声跟他同步哎。哎，变回来了，变回来了，变回来了！哈基没事，哈基没事。早上飘他吧。笑声同步哎。哈基可以飘咯。我看着他变身，然后他把我咬死了、哦。现在先是晚上怎么票？就那个啊，等白天的时候电他。哦，没有先，又有人变身，又有人变身了。又是哈基耶，怎么可以变那么快啊？你是不用 CD 的、哦。快，他快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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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出去！你们赶快出去，赶快出去！你们出去，你们不要再拍他了，赶快出去啦！没有没有，你们出去，你们出去，你们出去！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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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，门口两只啊，一只是不是小雨啊？两只鬼哦！你们就走吧，你们就走吧。哎，干、欸，怎么又是你们两个啊？哎、欸，那我这一场两只鬼我都有看到哎、欸。哇，
对啊，哎、欸，你还蛮厉害的，哦，吓到，被你的脸吓到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致命毒针不能下在已经变身的人吗？不行吧？你要直接他还是人的时候。我刚刚就叫你们打哈记，你来补我一枪。感谢冰叶。哈记这么激动就是有问题啊！大家都还没决定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拿侦测器测小雨，但我还说没有，不是啊。然后内心就觉得怪怪，但是就算了，应该相信。然后他说你没有测我，我就要翻脸，然后喝血直接咬人。